Hello， 咁啊，欢迎咧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翻嚟啊呢个国际大棋局。咁啊，今集咧都系呢个录播节目嚟嘅。咁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啦。咁样咧就喺呢度咧，首先啊，恳请大家咧就去订阅我哋嘅频道啦，做我哋嘅会员啦，可以订阅我哋 YouTube 同埋我哋嘅 Patreon 啦。咁另外咧，恳请大家咧系晚上啦，如果见到有直播咧，就去支持阿 Ken 哥啊、阿火鸡兄啊、阿 J 兄啊。咁啊，另外可能支持我哋嘅好朋友啊、金家人啊，或者其他上嚟客串嘅嘉宾。咁咧，有时咧，譬如有啲听众话咧，我哋个节目咧，即係個走向啊，隨住即係我成日都參與唔到嗰個 live 啦，咁樣係咪會做多少少係譬如探討一下啲專題呢？咁其實呢，嗱，我呢一般呢我都係會咁樣嘅，因為一啲比較突發嘅新聞嗰啲一定係 live 講返即日嘅。咁但係一啲呢，譬如講緊啲題目呢，如果我係想去講呢，可能我會以一個專題或者一個 review 嘅方式呢，喺合適嘅時間呢，我就會拿出嚟講，所以大家可以習慣一下呢一個節奏。好似上次咧講嗰個閉笑啊，即係呢個閉笑爺咧嗰件事咧，其實大家咧如果有啲記憶咧，好早期啊，其實都有成差唔多大半年啦，以至一年啦。我記得係我入醫院之前啊，上年咁係有聽眾係當時講過啦，就話喂要求我做一集咧。就係講呢個閉笑啊嗰啲事，咁我就講咗嗰陣時，我都話去到合適時候咧，我就會一次過去講啦。咁所以上次咧就即係同大家講咗好多嚇閉笑經歷過啲乜嘢啦，咁佢個情況啊，佢喺嗰個加密幣入面嘅角色啊，同埋佢入面咧啊有冇涉及一啲更加大嘅嚇一啲嘅人喺後面咧咁樣，咁啊好籠統咁樣講咗啲即係大約嘅背景咁樣。咁另外講咗咧，分析一啲我哋嘅睇法啦。咁即係聽眾都會問啊，點解我哋唔會講到譬如閉老爺咧？咁閉老爺邊個咧？咁就係我嘅偶像啦，即係我最愛啊呢個網台之父蕭山啦。咁其實閉老爺咧，基本上咧就唔使等聽日啦。我哋今日咧其實係講閉老爺相關啊。點解咧？因為原來阿閉老爺咧，佢就喺佢嘅節目度啊。就講咗就橫琴啦，就話橫琴而家嘅情況啊，咁好坎坷啦，咁有好多爛尾樓啦，咁有好多人咧，咁係基本上咧受到耽誤，咁去到而家咧啲樓咧又賣唔到出去，又冇人要，另外有好多俾咗錢咧又唔交樓，更甚至有好多嘅公司咧又破產，又甚至乎咧喺橫琴咧度度都係爛嘅地盤，跟住咧。就話有啲嘅 YouTuber 係做地產相關嘅，佢影啲片咧話環琴係完全冇人嘅。咁佢咁樣講，其實啊，咁啊，蕭山咧而家身處啊台灣啊，即係你都知啊，佢身處我嘅女神啊蔡英文嗰個國家。咁所以咧，咁我哋咧就好難咧係第一手嘅你去報導。咁但係咁我哋始終咧就相較為近啲，因為。即係可能啦，我哋咁樣講啦，我哋始終都係大灣區嘅人啦。咁大灣區大家一直咧個重點咧，就淨係擺喺深圳啦，同埋擺喺譬如廣州啦、東莞啦，一啲即係叫做話熱鬧啲嘅地方啦咁。咁橫琴咧，其實呢一個嘅可以咁講呢個特區啊，橫琴特區咧，咁大家咧就對佢咧平時都唔係擺入去嗰、那個即係焦點嗰度啊。咁但係咧，橫琴咧。咁我自己多少少咧都有啲見解嘅，咁因為咧我就唔同阿蕭山啦，我唔係喺呢個遙遠嘅角度啦，我係一個即係叫做話係相對係比較近啦，同埋咧其實我都即係有一啲朋友仔咧係住咗喺橫琴啊，咁所以咧隨住啲朋友仔又住喺嗰邊咧，咁有時啊間中啦嚇，例如佢哋嘅入伙啊嗰啲都會請我哋去食下飯啊，飲下酒啊。咁有時咧，可能有啲朋友喺嗰邊咧，會搞啲生意啊，例如咧，佢開間餐廳咁樣，咁啊，都會係俾邊去支持下，去叫做話去食下嘢啊，咁啊順便睇下啦。咁咁啱，其實咧就之前都係，其實都好耐噶啦，因為橫琴咧，我就有同嗰邊嘅政府嘅一啲官員咧，就都偶有接觸嘅。咁啊，好早期咧係講緊喺即係澳門仲係賭廳係林立啦。咁當時咧，即係嗱，我哋大家要將條時間線推前翻少少先，因為如果你講橫琴嘅現狀咧，其實你純粹講嘅現狀咧，
你是不够立体去看成件事。那我可以上一讲就是横琴的相知相交有个过程的。那而萧山去讲的东西呢，我们大家听完我的版本呢，可以去即是分析一下这个弼老爷呢去讲的东西有几多成是真呢，有几多成是可能他是片面了一点呢，但你不要怪他。因为为什么呢，即是他就在台湾，那他要以这个全息影像呢，即是俗称的 Google Map 呢去看横琴的嘛。他不可以親歷其境的嘛。咁另外呢，即係建議我所知，可能蕭山嘅信徒呢好多呢都係可能係移咗民啦，咁更加就唔會話喺橫琴呢個地區出門嘅。咁所以呢，首先一樣嘢，咁我覺得蕭山佢攞呢個題目出嚟講呢都係好難得嘅，因為有相對好多其他人呢，就算你嗰啲時下講嗰啲咩河馬河伯嗰啲人呢，佢更加唔會講，因為橫琴呢基本上呢講你又怕得罪阿爺，又怕得罪政府，甚至乎怕得罪了地产商。咁另外呢，佢嘅娱乐性又不足，咁你一定係唔够讲嗰啲是非非呀，讲咩河马出嚟拍 AV 呀，即係唔够嗰啲个人呀。咁你可能呢讲出嚟呢嗰个即係吸引性冇咁高。所以呢，你如果係嗰啲即係讲下是非非嗰啲八卦系嘅 KOL 呢，一般嚟讲都唔会放入眼内横琴。咁咧，其實橫琴咧，我所講啦，咁啊好幾年前咧，即係當澳門嘅賭廳仲係好鼎盛啦，香火鼎盛，咁啊人煙咧就嚇好密集往來嘅時候咧，其實當陣時咧就已經係有一啲即係賭廳嘅朋友仔啊，佢有去諗過啊，橫琴會唔會係開間公司啊，或者作為呢個第二據點啊，啲人落嚟澳門咧，咁可能未必直接入澳門噶嘛，可能咧佢喺即係澳門出面，佢要搞掂埋啲簽證，或者等埋啲屋企人啊，等埋啲朋友仔一齊入嚟。咁除咗話將佢哋安置喺呢個拱北啊，即係珠海黐住珠海嗰個地方啦，同澳門嗰個地方叫拱北啦。咁其實拱北係珠海嘅一個地區嚟嘅。咁珠海有香洲啦、拱北啦、灵溪啦，咁好多地方咁啊，拱北就係黐住澳门嘅，有个地下商场。咁除咗係安置喺拱北啊，有冇可能係安置喺橫琴呢？咁因为橫琴就係作为一个特区啦，咁嗰度又话啲設備好完善，又讲到係嗰度係即係将来啊会喺一个呢几乎啊係澳门第二咁嘅级数嘅咁样。咁当日时呢就一直发生咗好多嘅事呢，大家都清楚啦。后尾阿平少嚟咗澳门同横琴啦，咁结果呢期望佢会宣布横琴呢嗰、那个叫做话交易所上市，咁佢冇成件事啦。跟住横琴当日时俾个指标，每日嘅常住人口呢係可能啊，佢话常住嘅即係好密集嘅人口係最少啊，一开头都话最少八九十万啊。100万咧都好容易达到嘅，咁去到而家更加唔使讲啦，大家见到个冷清啦。咁阿萧生讲呢个冷清咧系真嘅，系真系非常冷清嘅。因为我自己咧，其实咧，我喺上年我入医院之前咧，我都间唔中咧，我都会去下横琴啊。咁啊，去到今年咧，其实讲紧咧就系早大概3个月、4个月前吧。咁我当阵时咧都有去环球去得几密下，咁其实嗰阵时咧就因为我有即系一个系国内嘅朋友啦，咁佢系即系做呢个飲食集团嘅，咁佢哋咧就即系又唔敢喺澳门咧直接开一间，觉得啲租会好贵，咁啊于是咧就好想系谂一条市桥，就开喺环球嗰度。跟住睇下啲租會平啲，跟住又睇下咧橫琴咧，因為咧就覺得嗰度會有好多大學生，咁啊喺入面咧諗住做一輪時間咧，就乘機咧就俾呢邊嘅澳門賭場睇嘅，就直接咧係入去啲賭場，即係講緊威尼斯人啊、新豪啊、美高梅啊，即係講緊氹仔同老環嗰邊啲賭場，成個計劃係咁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即係我呢個朋友仔咧，佢就喺國內，咁佢係做呢個飲食啊，咁佢哋都唔算太細嘅，咁當然唔似嗰啲即係講緊啊，嗰啲喺香港上市啊，或者去集資嗰啲咁大㗎啦，唔似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喺佢哋嘅地區性咧嘅區域性都係大灣區㗎啦，都起碼都算 OK 啦嚇，都好好睇睇啊。咁過嚟嘅時候咧，咁。即係要考察啦，咁所以咧，佢哋啊，即係好虔誠啊，咁啊，專登咧係揾咗工作人員啦，咁就係專登咧係
橫琴咧，佢就留嗰幾日。咁嗰幾日咧，佢就去觀察啦，咁又去咧去了解一下橫琴成個地方啦，跟住又去同即係當陣時我有嘅一啲朋友已經開咗餐廳嗰啲，咁啊去視察環境啦，睇下個營商環境啦。咁啊順便咧，其實咧係又過咗去嗰個大學嗰邊嘅，就了解一下究竟可以做幾多大學生嘅生意。咁佢哋開頭咧嗰個算盤咧就打得幾好噶。一開頭咧佢係諗一係就開一個即係類似酒樓咁樣咁啊嘅大型嘅即係招牌嘅食肆啦。咁如果萬一有啲咩變故，人流唔夠啊，啲人嘅消費力唔夠啊，諸如此類啦，咁就縮減為咧一個係類似咧係即係嗰啲可能係好大個招牌，跟住咧係賣嗰啲係小食啊，例如啲飲品啊，或者可以輕 carry 拎喺手嗰度俾人影到相嘅東西。咁佢哋覺得咧，其實佢點都唔會死，因為做叫做話做一台做坐喺度食嘅又得，咁你做一啲輕騎嘢俾後生仔女又得。佢哋係十拿九穩㗎啦，覺得。咁結果咧，咁過嚟考察嘅時候咧，咁佢哋係即係有平日啦，亦都有禮拜六日啦。咁、那個時間係佢哋好，即係佢一落咗都幾長時間下佢係專登係睇環球，係用咗差唔多係六日嘅時間啦去睇嘅。咁甚至乎佢哋好認真啊，係連究竟係橫琴咧嘅一啲嘅娛樂消費嘅項目啊，例如戲院啊、酒吧啊等等啊，有啲乜嘢啊，有幾多間銀行啊，嗰類型嘅嘢佢哋都 count 曬，佢哋係即係好周詳咁去諗嘅，因為其實佢即係佢哋自己都係好有信心啊。咁啊，更加大信心就係咧，佢哋知道啊，如果入面咧係有我啦。作為他們股東的話呢，可以獲得很多的優惠啦，會有很多的政策的配合啦，樣首先租金就會、即大減一折啦，其次還會有其他的優惠拿回來的樣。好啦，結果看完呢，他們發覺是有什麼情況呢，就是那個不夠人的情況呢，是不可以說是少的人，是去到稀疏的地步。咁其實咧，嗱，其實你發覺咧，橫琴啊有啲咧係本末倒置啊，係退步咗啊。點解咧？因為喺最早期我哋回歸翻咧，仲喺呢個賭廳香火鼎盛嘅時候，諗緊做呢個據點嘅時候咧，當陣時嘅橫琴啊吹捧得非常之犀利 ，Egypt 嘅，講到咧嗰度嘅樓又係好保值啦，價錢遲早都會升超過澳門啦，將來價錢有機會。甚至乎拍得住香港啦，嗱，記住唔係而家嘅香港，係當陣時咧經濟未冧，啲人仲留喺香港，未移民去英國、加拿大、澳洲，未移民出去台灣、日本，未走嘅啲人喺曬度嘅香港喎。咁當陣時好大嘅希望咧，咁結果咧，咁大家知咩事？其實有好多人咧，就當陣時咧係投資咗啊。咁啊，買咗好多，即係好貴嘅價錢，接咗咗橫琴嘅火啦，可能係樓啦，甚至乎鋪啦。咁而嗰個情況咧，大家係即係相當大寄望，甚至乎澳門一啲好出名嘅澳門本地集團啦、拉頭攬啦，佢哋去當地又叫做話攞咗好多地方啦。咁啊，亦都係傾咗好多合作啦，同好多嘅政府啊、發展商有好多計劃啦。咁而澳門嗰個好出名嘅漁人碼頭咧，喺橫琴又照樣有一個係同漁人碼頭一模一樣建築風格。咁但係咧後屘大家見到噶啦，其實佢用料咧就比澳門嗰個差好多嘅。因為例如咧佢啲石雕啊嗰啲咧，應該開即係通窿啊，即係我哋叫雕花啦嚇，通花嘅地方咧完全係冇開到嘅。咁啊，跟住啲用料你睇落都知啊，譬如你話同樣嘅岩石啊。同樣嗰啲料咧，佢嗰啲真係差過澳門好多啊！叫做話個樣同個形係保持到啊。咁但係咧喺入面咧，基本上成個橫琴咧，你會發覺係好嚴重咧，唔夠人。呢、這個唔係一朝一日嘅事，係咁耐以嚟咧，不但止冇改善過，而且而家嘅人流係更加稀疏咗。咁係當中啦，你話有一段時間就話會有大量嘅。新血噶嘛，即係嗰啲叫學生啦，會喺橫琴讀書啦，會有好多嘅人係移民咗去橫琴攞橫琴嘅即係
户籍嗰类啦吓，直情系变咗横琴居民啦，成个生活圈喺横琴啦。结果呢件事咧系冇发生到啊，即系去到而家咧，其实佢往嘅地方咧都系集中喺好有限嘅地方。咁而且咧，佢就算系点往都好咧，佢都唔系话俾你嗰种感觉咧，系好似系以前嘅香港啊、旺角啊或者澳门嘅大三巴，唔系嗰种旺法。你会觉得咧，嗰个系一个叫做多啲人嘅小區咯，人口密集啲嘅小區咯。咁講緊咧，俾到你咁嘅感覺，已經係最旺嘅地方。嗱呢樣嘢咧，其實就比較大鑊嘅，個人流咧係完全谷唔到上嚟嘅。咁人流谷唔到上嚟情況之下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嘢咧，佢係跟唔到喎。即係我當然知道佢好想做好多嘅嘢啦，但係佢根本咧係迎合唔到啦。根本其實最簡單，你嗰個本即係佢自己個本土個經濟咧，本地環球嘅經濟咧，即係可以咁講啊，係叫做每況愈下嘅。因為阿蕭生有一點佢講咗啦，佢話入面咧，即係嗰啲拍片嘅人咧，佢話好耐都揾唔到嘢食。嗱，其實以前個情況會好少少嘅，但係而家咧，因為環球咧，其實都好受影響，就係乜嘢？經濟啊嘛，你國家嘅經濟同埋澳門嘅經濟，嗱你記住澳門嘅特區，咁國家唔使講啦，阿爺就國家啦。咁特區經濟同埋國家經濟咧，都係每況愈下嘅。咁所以而家咧，澳門咧嗰一班之前諗住喺度橫琴做據點嗰班人，嗰班賭廳嘅人，而家賭廳都冇咗啦。澳門即係咩六大賭廳嗰啲成為歷史㗎啦，係咪？咁已經冇咗咧嗰一啲咧，你會覺得係由北方過嚟嘅高尚客或者嗰啲高端客。咁第二咧，佢吸引人才嗰方面咧，叫做話當時想揾啲好尖端嘅人咧。咁隨住佢有好多嘅計劃，其實落成唔到啦。例如我講嗰個交易所嘅計劃啦，咁係一直係遙遙無期嘅好多計劃。咁所以嗰啲人才咧，譬如吸引到嚟嘅，可能譬如嗱，我簡單啲講。如果佢系一个精算师，又或者佢系好似阿 Ken 哥嗰啲咁，佢系一个 I T 专科专才嚟嘅，佢落嚟横琴咧，未必会有咁嘅配套，未必有咁嘅空间俾佢发挥到佢嘅专业，佢做唔到嘅，因为你嗰度 suppose 你系个金融城市，系一个叫做话系金融特区，系好似咧，譬如香港啊咁样会系一个即系金融啊，即系呢金融方面系。好稠密啊，好繁華啊，一個叫做話係 CBD 啊，用國內嘅講法，即係好似呢個廣州嘅珠江新城啊，嚇、啊，咁深圳唔使講啦，即係 suppose 一樣咁嘅嘢嚟嘛，咁但係去到而家係冇發生到嘅，咁所以你見到咧橫琴嘅情況咧，而家係比以前更加冷清嘅，而好多嘅學生嗰啲咧，啲年輕人咧可能即係而家出生率係下降啦。更甚者，可能而家即係嗰個經濟真係唔好啊，那個大環境唔好啊，所以咧有好多嘅人咧，佢都冇去即係好似開嗰時咁諗會嚟留學啊，或者會係供佢啲家長供佢嚟係即係嚟讀書啊，有個好高嘅消費啊，甚至乎會有咩橫琴嘅遊學團啊，會落嚟跟住去澳門睇演唱會又翻翻嚟啊橫琴啊咁樣。嗱呢啲咧都係曾經係即係理想係好豐滿。可惜現實咧就非常骨感，係做唔到嘅。咁做唔到係包括咧，即係我識嘅啦。其實我係識有朋友仔係搞呢一啲嘅，即係同學習相關嘅嘢啦。咁佢哋一直咧都係處一個咧係即係好辛苦做唔起嘅狀態，但係佢又死唔曬，即係因為佢叫做咧，佢都仲有一啲嘅支持者，但係嗰啲支持者咧。就係唔夠佢嗰個營運嘅，即係每個月介乎係捱到同唔捱到中間。咁你諗下，已經係有曬政策，有曬嗰啲補貼啊，什麼啊，又免你租金啊，又剩嗰啲，跟住咧都搞到咁樣一鍋粥。咁另外第二咧，即係我做餐廳嘅朋友咧，就發覺一個好慘嘅現實，佢哋嘅生意咧喺過往咧都有啲堂食啊，堂食咧。是由以往的可能是堂食佔呢個四成啦，跟住外賣佔六成啦，去到係跌到係嗰個堂食佔三成啦，
跟住个外卖系占七成，去到跌到系八成啦，跟住堂食系两成啦，跌到最新咧系不足一成嘅。咁而外卖系基本上占我哋九成以上嘅生意。咁你嚟到呢度，你发觉好大镬，因为如果当你譬如佢哋咁样，你布置间餐厅，落咗好多心机去做装修啊，去做嗰啲即叫服务员啊等等嘅布置，但系你嘅场景做咗咧，系冇人嘅情况之下咧，就好似我哋睇啲电影嗰啲咩《生化危机》嗰啲咧，成个嘅城啊，好似嗰个咩未来人咧，咩哈维尔啊，2027年未来人咁样，成个城系吉噶。即系我系完全谂唔到咧，横琴咧嗰个嘅冷清情况咧系跌得咁可怕嘅。嗱，我无可否认一样嘢，有朋友仔咧都有同我倾过，如果我哋而家嘅年纪系60、70岁啦，退休啦，揸住一嚿钱，诶唔使多啊，基本上可能你揸住100多万咁样，咁唔使愁住啦吓嘅情况之下。跟住喺横琴咧，其实系可以好写意嘅，即系你有啲咩事，咪翻澳门睇医生咯，咪翻去香港睇医生咯，或者点咯。咁当然啦，如果你信横琴医院，你都可以去横琴睇医生啦。咁其次嘅喺嗰度，譬如你揸车啊咩都好，因为冇一人噶嘛，咁变相成个城都好似即系好空荡荡啊！你中意去边就去边，好似一个大花园咁样。即系我好记得咧。我上年入院之前咧，我有个朋友仔咧，咁啊，即系开车啦，跟住兜住我啦，咁啊见到架车嘅对面马路，有一个嘅小食啊，咁啊系即系我谂系佢横琴嘅当地居民，带晒嗰啲咧，即系类似嗰啲咩啊，武鸣谷啊。即係嗰啲咁嘅尖尖帽咧，咁啊喺度燒啊，有番薯啊，有腸仔啊，有啲肉串咁啊，燒烤啊，露天燒烤啦，啊，好好嘅風味啊！跟住咧，我諗住咁，我朋友咁叫佢啊，誒屈過去，跟住我哋幫襯下啦。點知咧，佢諗都唔諗，直情你諗下，就喺條馬路度，就差過對面線，就揈過去，佢連行都唔行。咁我話喂，咁樣亂嚟咁樣。他说有乜所谓啊，你有没有发觉我们走的时候根本在我们前面后面侧面左边根本是没有车的。所以我想说呢，其实个情况呢是给我一个很震撼，就是呢好像一个空溜溜花园一样。那更甚者呢，大家都见过啦，即是可能我之前上年入医院之前呢，我拍过一些片啦，其实有些在横琴或者珠海那边拍过。而家地方咧，完全系成个商场系吉噶嘛，即系你简直望埋去，除咗工作人员之后扫地嗰个同埋个 secure 咧，系冇人嘅。咁而呢个情况去到而家系更加变本加厉嘅。当阵时咧，可能我见到一啲嘅商场咧，佢入面咧，譬如话十室，跟住可能系五空啦吓，一半系满嘅。咁我最近咧见到其实都好多咧，就真系变到十室九空啊。咁你嗰个情况呢，其实就几唔乐观嘅。好坦白讲啊，因为即係我自己呢嗰阵时都有啲朋友仔呢係进驻横琴嘅。咁而其中包括啦，我有朋友仔呢，佢係进驻嘅係嗰啲即係玩下棋啊，玩下卡 game 啊，諗住做啲学生哥生意啊，諗住个地方又平租啦，可以大大个啦，又唔需要咩装修啦，摆几张台啦，两部电脑，后生仔啊嘛，摆两个雪柜有得饮，咁啊会玩嘅啦。啊，点知原来越嚟越少人，跟住啊，直情去后屘搞唔掂，跟住另外有啲朋友做饮食嘅，就去到咧就叫苦连天啦。咁跟住饮食嗰啲咧，去到中间又有一啲系，譬如谂住做啲手作制嘢啊。即係可以話啊，我上嗰啲咩淘寶啊、閒魚啊、拼多多嗰啲網啊，跟住買個量啦咁樣。咁你做製造中心啊，唔需要嗰啲即係叫地鋪嘅位置啊。咁啊，橫琴咧其實有個好處就係咧，佢幾多商用嘅東西嘅。嗱，就係蕭生講嗰種啦。因為開頭咧，其實橫琴咧，佢嘅批出嘅嗰個地咧，俾你做住宅好少嘅啫。
以我所記得咧，即係當時同一啲我唔記得係地產商啦，定係嗰邊嘅官員咧都講過，住宅用地咧批出嚟係貼近三成，係應該唔足三成，好似係28%定29%。咁即係換言之咧，超過六成嘅都係商業用嘅。咁商業用嘅地方啊，佢係起咗好多係嗰啲，即係。即係類似係啲商業大廈啦，咁但係咧，佢嗰陣時咧就行個政策，好多嘅商業大廈咧，佢都話俾人知嗰啲公寓係可以住嘅，可以當係住宅咁住嘅。咁嗰陣時咧就亦都係啊，有好多入面有整埋廁所、廚房。咁去到即係上一年啦，唔知即係橫琴政府嗰邊出到咩方案啦。咁我突然之間咧就要求呢嘅商業大廈咧就要更正翻，就佢係攞嚟辦公。同埋，如果你必要時攞嚟過夜，但就唔可以純居住。咁所以其實當初咧，啲大廈入面咧，佢有啲咧係諗住咧係攞嚟做啲係酒店啊。其實大陸好興嘅，你發覺咧，其實唔單止係珠海嘅，唔單止喺橫琴嘅，其實你去廣州啦，去深圳啦，總之咧，你成個大灣區咧，中山啦，有好多地方都係佢嗰啲咧，譬如講緊啲公寓咧，商業用嘅大廈咧，好多佢會攞嚟係當咗酒店嘅。譬如佢讲紧可能啊，佢入面嘅可能十六楼以上，至到可能三十楼，全部都系酒店嚟嘅。咁啊有好多嘅，咁有一种就真系酒店，佢直情咧系将某个楼层至某个楼层咧，净装修系连啲走廊都装修晒，有啲走廊就唔装修嘅，净系将嗰个 apartment 嗰个物业嘅单位变咗做攞嚟居住嘅。咁入面咧做呢啲酒店咧，咁当然啦，佢有好多咧就。以相對平嘅租金，咁啊都話啦，俾啲年輕人住啦，可能住一晚咧，咁基本上咧都係可能百零蚊啦，咁有時仲要即係做啲優惠，你上網嗰啲咧，咁啊甚至乎買二送一啦嚇，你住兩日啊送多一日俾你嗰類，咁但係相對因為佢都係要靠咧啲阿姐姐啊，靠啲員工咧去執房啊嗰啲，咁可能呢啲啊叫做半自助式啦，咁啊。即系 one service 系差啲嘅，冇正规酒店咁好嘅。咁但系咧，最大问题就系你有人住先得噶嘛。咁其实而家就之前咧，佢颁布咗之后咧，连本来啲住客都好稀疏下嘅嗰啲都做唔得落去，因为佢知道你攞嚟做呢、這个即系分租式出去俾人嘅酒店或者系相关住人嘅东西咧，佢直情嚟扫走你嘅。咁佢啊，基本上啊，咁啊有大量嘅呢啲嘅公寓啦，就唔俾你係有廚房同煮食嘅位置啊。咁係入面係可以保留廁所啦。咁另外咧又唔可以之前咁樣真係喂你成個單位，尤其是買嘅時候，你發覺咧佢話俾你知，你發覺環球啲樓全部都係咁喎。佢買嘅時候佢話俾你知咧，全部都係咧劏開嘅，買一層啊送一層噶嘛。咁啊，全部都系咧，楼上嗰层咧就可以摆张好靓嘅床啦，摆张好靓嘅梳妆台啦，楼上攞嚟瞓觉嘅，咁楼下话俾你知睇电视啊，生活区嚟嘅。咁啊，跟住而家就摆明系呢种格局系唔俾噶啦。咁你基本上入住嘅时候咧，有好多咧都系一个毛坯交俾你啦。大陆买楼咧就唔同香港澳门嘅，佢冇基本装修冇成，一个毛坯交俾你。咁而家咧好多咧原先有嘅嗰一啲咧。可能佢承諾咗嘢都做唔到啊！咁你發覺其實咧，佢哋嘅發展商咧都出咗好多問題，喺個環琴嘅監管同規劃上面咧係有好多問題嘅。首先咧，佢即係做生意咧，同你做賭，其實同你做咩行業一樣，即係講緊一定係成雙成對，一定係即係叫一個風氣啊，有冇氣氛咧？咁啊，當你咧，譬如一條街上面你十室九空嘅，咁好快就十室十空噶。咁你結果咧，橫琴出現咧，其實係唔止橫琴啊。其實我諗珠海啦、香洲啦、什麼日月貝啦，嗰啲地方都係一樣，大量嘅吉鋪。咁而嗰個吉法咧，係吉到係啲地方連嗰啲即係行過路過啲燈咧，都佢都唔會開。咁你諗下啦，佢連嗰個物業本身嘅燈啊、冷氣嗰啲，佢都熄埋。为咗悭钱，咁你就算有新嘅租客，你敢唔敢租咧？你唔敢租噶，
即係有件事可能你覺得啊比較好笑啦。咁嗰陣時，即係我有個朋友話俾我知嘅，咁又係喺國內其他地方啦。咁諗住個個都諗住咧個橫琴租地方之後咧，下一步就進軍澳門啦，跟住再下一步，如果得係如果得啊，進軍香港啦咁樣啦。咁佢過到去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個商場咧，佢發覺佢睇嗰個地方啊，點解佢嗰度佢中央冷氣，譬如佢一橛係特別冇冷氣嘅咧？咁個商場回覆佢係因為咧有好多間都吉咗啊，所以佢哋中央冷氣就熄咗嗰個區域。咁後屘咁諗咩解決方法咧？就係咁，不如你租咧最外圍嗰啲啊，跟住你自己裝冷氣啊。嗱，咁我想講其實咧。如果你啲咁嘅情況咧，就即係證明話俾你知，其實咧就係即係有雞先有蛋先嘅問題。當你個管理處同埋當你個商場咧個物業咧，去到係一啲基本嘅設施都唔維持，甚至乎係覺得冇所謂啦，我將啲人咧盡量谷曬一個地方啦，咁睇落去起碼都有一個地方係多啲人啦。咁樣嚟計咧，其實咧就長此都唔係辦法㗎。咁有機會咧，係租咗落嚟咧，跟住佢發覺後屘做做下唔對路，一係佢退場啦，一係咧佢有啲唔退，點解咧？因為佢買咗啊嘛，佢諗住係即係叫做話，個價錢開頭諗啊，都 OK 喎，跟住佢融資買咗落嚟，或者係佢借咗錢買落嚟，咁啊甩唔到手，咁啊情況之下咧，佢就會即係間鋪咧長期處於一個咧丟空嘅狀態啊，即係好似我所講頭先咧，我講嗰間嘅做遊戲。嗰、那個卡鋪咧，佢長期處於個狀態咧係點咧？佢就係掛個牌，有事請聯繫店主幾多號電話，跟住咧或者你俾 email 佢啦咁樣。咁但係你咁樣咪淪為個地點變做一個發貨倉，咁係搞唔掂嘅。咁而呢個情況咧，其實一直到而家咧係冇乜發展得好嘅。咁而咧其中有一樣嘢咧。是我覺得算做得不錯啊，因為我反而認識的一個咧喺橫琴係到而家啦，都是做得不錯的是咩行業呢佢就 exactly 係阿 Ken 哥嗰一種，即係咧佢係做呢個 IT 同埋做呢啲系統啊 server 嗰啲，佢係完全係即係幾個人啦嚇，幾個人一個小隊咁樣啦，咁要管理好多嘅 data 嗰類型嘅嘢，佢完全係閂門嘅生意，唔使對人嘅。佢幾個人咁，跟住佢直情係應該香港定唔知邊度開過嚟嘅，咁佢完全係自己閂埋門做生意咁樣。咁當然啦，咁我都見到有件嘢，我覺得唔係幾開胃。佢哋嗰個嘅大廈咧，即係全層樓咧，開頭咧，佢入面仲有其他嘅租户噶嘛，有其他人用噶嘛。跟住慢慢咧，我見到發覺，咦，嘅好嚴重嘅事喎，佢慢慢撤離曬啲人。跟住後屘我睇到咧，佢哋全部自己冇曬鄰居咁樣，咁佢哋即係可能自己做電腦，佢哋覺得冇乜所謂。但你諗下，如果其他生意咧，其實就唔係咁講嘅，即係譬如你話，即係除非你一啲完全自閉嘅生意啦，嚇，譬如你係會計師樓嗰啲，你唔使見客就話啦。咁但係如果你係稍為咧有啲客要見嘅咧，你都係比較惡搞喎。同埋如果咧，之前咧一啲當為你開橫琴咧，譬如你叫一個嘅女仔翻工，公司冇請啊，請一個人。喂，大佬，你諗下，如果佢有啲咩醫鬱，即係難聽啲講，你俾人打劫咧，都求救無門喎。咁而呢個情況咧，其實都幾惡搞嘅，一直改變唔到啊。咁啊，唯一好處就係如果你真係啱嗰一行咧，就可以係做得好長遠咯。咁啊，嗱，蕭生講嘅其中一樣嘢啦，喂，橫琴而家咪好多嘅，即係嗰啲地盤啊，係起唔到啊，或者係即係出咗事咧，咁停咗咧。其實咧，之前有嘅咧，都已經係賣曬報紙噶啦。你睇新聞啊，或者你上 Facebook 咧，都睇到曬噶啦。咁你話嚇係咪好多人係賴咗嘢咧？即係我咁樣講。我自己親身經歷啊！我有個朋友咧，就佢買咗橫琴嘅樓，
咁佢買嘅時候咧，同佢收樓咧係兩個即係唔同嘅個高度啊。因為佢買嘅時候咧就承諾咗佢嘅，佢有一層咧就係、是、即係一半係送噶嘛。咁結果咧，佢送嗰個咧，送俾佢嗰個嗰一層咧個高度啦嗰啲咧，就出嚟係完全同佢買嘅時候唔係嗰回事。佢買嘅時候睇個示範單位咧個高度咧，佢送嗰一層咧，哇！几圆满啊！唔单止可以摆张床啦，跳高跌唔到天花板啦。换言之系咩啊？你楼底好高啊，甚至乎你佢叫你上面再起多一个咧，可以做储物噶、哦，起多个隔层都仲有地方。咁但系你收到第二回事，咁佢一直系追索紧嘅。咁当然啦，横琴嗰啲发展商见到咁嘅情况，有好多其实。諗住係包租出去嘅，咁又冇人租嘅情況之下咧，佢仲點得閒理你啊？咁啊，亦都咧第二樣就係咧，佢哋例如有啲建築用料係差啲啦，出現一啲叫外牆剝落啊嗰啲嘅情況啦。咁其實咧，環琴啲樓咧最重要一個問題，蕭生冇講到啊。其實出咁多問題咧，都係最主要嘅問題，太貴。環琴啲樓太貴啦。你去到而家咧，就算你講到個市幾差，咁你譬如你話一個兩房單位啊，仲係標價賣你兩百幾嘅時候，其實相對嘅咧，你始終即係橫琴啊，都係橫琴啊，你唔係澳門又唔係香港，咁二百幾萬咧買個單位，咁兩房嘅，咁啊其實咧認真嚟講咧，就唔係好吸引嘅。即系而家其实呢个阶段咧，我相信咧，你唔好话二百几万啦，有好多人咧，就算系二十三十万咧，佢都会非常谨慎投资，唔会咁容易去买嘢。啊，呢个系事实。咁所以咧，而家呢个情况咧，如果你啲发展商唔去向现实低头，去将你成个嘅物业嘅价钱咧调低咧，甚至乎将佢所谓俗称劈价咧。是走不出这一步的。那你劈价之后呢，你都要想清楚政府会不会有一些配套出现，是真的吸引你更加多人去住。因为其实有一件事呢，我想政府是都没有考量过的。当你澳门的楼呢楼价大跌的时候呢，你心想那一定很多人呢是争住买啊，澳门人是超级有钱的。仲会出嚟抢货啊嗰啲，但系个情况唔系喎，个情况话俾你知咧，其实就唔系嘅，因为嗰一扎人咧，譬如吓，佢买楼嗰一扎后生仔啊，例如卅零岁嘅或者新婚夫妇嗰啲，而家呢个环境氛围咧，都系令到佢咧系可能大打折扣嘅。其实咧，嗱有一件事我成日同大家讲啦，喂，譬如同喺国内成日同你讲。澳门人咧唔做都好有钱噶，个个人咧一出世有几层楼揸住，呢啲全部系废话嚟嘅，系好多人都冇嘅。澳门咧系一个咧贫困，即系呢个贫同富啦悬殊程度，我相信好高嘅一个地方嚟。咁如果你澳门嘅澳门人啦，普罗大众啦，你一定知道咧，澳门实情唔系咁嘅。佢话澳门咧系有大量嘅失业嘅。咁呢樣嘢其實我早前都想講嘅，因為其實咧有啲嘅朋友仔咧上網，你見到啲嘅討論區啦，咁都有啲人分享翻咧，例如佢係即係澳門本地嘅後生仔或者啲即係叫畢業咗學生，佢都講到明，佢去即係一啲地方做嘢啊，例如早排咧有個 case 咧就係呢個蜜雪冰城啊，好出名噶啦，即係有個雪人撈過間嘢啦，澳門開第一間店。咁啊開咗咧，咁入面咧開頭佢攞唔到勞工啊嘛，攞唔到勞工額噶嘛，咁於是佢請本地人啦。咁結果咧，到佢批咗勞工額之後咧，好快咧佢就炒曬啲本地人啦，連個店長都係用國內人嘅。咁其實而家澳門咧係好多人咧係面對呢個情況。當你話一啲澳門人嬌生慣養啊，唔肯做啊，話個個啊都唔係攞個心出嚟打工啊，其實事實上咧。有好多雇主咧，佢就因為佢唔想俾你有得揀啊，因為你可以去嗌你權益噶嘛，咁於是點啊？佢盡量用到咧，佢都用曬國內人，
用曬外勞，因為外勞咧係冇得揀嘅，簽死咗只可以喺你呢間公司度做。如果唔做咧，佢離開咧，佢一年之內冇得轉第二間公司嘅。跟住其次咧，佢啲外勞咧係擺明可以咧係用好低人工俾佢，但係澳門唔得噶嘛，澳門人嚟，你唔可以用呢個外勞價錢噶嘛。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嘅，即係我覺得其實幾唔好呢樣嘢。有好多人嘅個諗法就係，我而家開一門生意咧，我先唔係諗點樣請澳門人，我第一件事係諗究竟係幾耐可以翻到勞工咧，有幾多個勞工額啊，批幾多個勞工啊？好似係完全本地咧，佢哋唔會承擔嗰個就業市場。咁而呢樣嘢，當你又喂你寄望落好多中小企身上咧，其實咧澳門咧，澳門本土都係啦，好多嘅即係過往嘅中小企，澳門自己本身嗰啲咧。就執得就執啦。咁如果大家即係睇一睇上網，你上 Facebook 啦，你打一打有幾個，譬如話澳門嗰啲咩結業裝討論區啊嗰啲，你去啲群組瞄一瞄咧，你大概知道嗰個冷清嘅情況幾恐怖嘅。咁啊，呢、這個情況啊，我相信係唔止即係而家呢一刻嘅，因為咧我係堅信呢樣嘢咧，可能而家呢一刻咧。已經是打後咧，可能打後幾年甚至乎十年咧，係最好的情況。換言之咧，可能第二日咧，我哋會再見到係更加荒涼、更加少人嘅橫琴啦，一個更加中小企更加慘淡啦嘅澳門啊，即可能變成一個沙漠咁樣咧，淨係嗰六大博企啊、賭場嗰啲地方咪啊五光十色啊，有充足水源啊，淨係大三巴嗰啲地方咪哇～啲鋪頭好鼎盛啊，嚇香火鼎盛啊，又有旺丁又旺財咯。咁你其他嘅地方咧，就好可能咧，第日都會慢慢橫琴啊嘛，荒漠化。即係你夜晚出街冇嘢食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警號。點解冇嘢食啊？因為第一，你啲人都唔會出街食噶啦，都係嗌外賣噶啦，咁咪索性唔開門市咯。第二，就係因為圍唔到皮啊嘛，做生意最簡單嘅啫，蝕本生意冇人做啊嘛。甚至乎如果他做的，譬如他开头那时候在橫琴有些公司呢，其实我觉得这些我都即觉得走遮面不是那么好的。他以最低的营运成本 他去营运，他甚至乎的公司呢，他是即他拿来挂不同的公司，但是他每一间都是拿好贴的。这样你来计呢，其实你赚这些钱呢，只不過是賺政策啫嘛，即係你其實國內好多生意都係你發覺咧，喂、哎，佢唔去諗一個應有嘅嗰個生意嘅營運成本同埋個利潤，反而佢擺落去一啲政策上面咧，利用政策嘅一啲嘅灰色地帶嚟到去產生啲利潤，咁而呢樣嘢其實唔長久啊。嗱，所以喺國內我成日都同即係我都同大家講過啊。譬如你賣咖啡，你發覺星巴克佢唔會因為你出面嘅咖啡市場點樣而佢劈價噶嘛，佢冇劈過價。你直到今時今日，你行去買一杯美式咖啡，你都要擺低$38噶啦，係咪？咁但係你過税係買一杯，你擺低$13嘅啫嘛。咁做特價時候仲可以9.7添咁樣，但係佢冇去因為咁而放低佢嘅身價。咁另一間都唔肯屈服嘅嗰間咪叫太平洋咯。咁太平洋咖啡啊，我成日去開嗰間咧，就去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好可惜啦嚇，因為我上個星期咧就發覺執 Q 咗。咁啊，因為冇生意，我諗即係上個月都仲係去坐緊嘅。咁啊，突然之間執得好黯然啦，成間啊即係閂咗啦。咁啊，又好靚嘅落地玻璃咁樣封起曬啦。咁啊，其實咧，嗱，即係星巴克咧，絕對係做起咗佢嗰個品牌。但係星巴克咧，做起你個品牌咧，我諗人流對佢嚟講都係好需要嘅。如果你抌佢喺沙漠度咧，佢哪怕佢係一間星巴克，定係一間麥當勞，一間肯德基，都會喺個荒漠度渴死嘅，佢都會營運唔到落去。咁所以其實橫琴咧個情況咧。即係阿蕭生咧，佢講嘅嘢咧，我最尾講一講啦。基本上佢呢個係算講得比較準少少嘅，即係關於嗰個橫琴嗰個冷淡嘅情況啊。但係喂，係咪好多地產商爆鑊啊？啲人買咗樓，
跟住冇樓收咧，又唔算嘅。咁但係啲樓價咪跌咧，其實佢唔係太點樣跌，但係佢唔肯減，唔肯跌，導致咧而家啲人如果有錢，比著你同我，而家揸住200万，你會買環球啊？定係去睇下啲澳門啊？定係睇下香港嘅樓啊？定係索性唔買咧？咁我相信好多人咧就會係第三個嘅，索性唔買，跟住咪租住啲平樓住住先咯，啊或者啊點樣都未必留得長噶啦，覺得咁。所以而家咧，其實咧喺成個大環境之下咧，我自己就唔係咁睇得好啊。咁當然你一定要好夾行業嘅。你橫琴如果係真係我先所講啦，做 can 嗰個行咧，你夾得啱嘅話咧，係好使好用嘅，啲地方好使好用嘅。但係咧，如果你淨係靠食佢政策啊，或者點樣咧？去做咧係唔得嘅，咁啊當然啦，橫琴亦都係曾幾何時有一啲嘅店開咗，咁嗰啲其實我都覺得佢幾膽搏膽啊。例如佢有一排好興咧，佢開一啲嘅養生館啊。咩叫養生館咧？就簡單嚟講啦，例如係點啊，入去啊，叫你擺個木桶啦嚇，有中藥俾你浸腳啦，跟住啊有間房啊俾你咧入去啊，叫做排毒啦、精身啦。即係可能叫中式嘅美容啊，咁其實咧，你呢啲生意咧都係好需要人流啊。咁橫琴咧曾經諗過，喂，可唔可以好似珠海咁樣啊，可以係上網做喺嗰啲，譬如喺網上嗰啲美團啊，或者點樣啊，跟住可以係啲人都照上嚟咧咁樣。咁啊，結果都係可能差少少嘅，因為我都識有個係即係做美容嘅朋友仔啊。到最尾咧，佢都係同個朋友兩個女仔夾嘅，做唔住，結果都係搬翻去咧，即係坦洲啊，即係叫做話係珠海嘅同中山嘅中間啦嘅地方，咁啊喺嗰度經營，咁啊另外一個直情係後屘唔做，跟住又再搬翻去中山嗰邊。咁所以咧，其實你有時睇呢啲即係美容啊，或者我所講呢啲叫養生館咧，你就大致都睇到啲嘢。咁啊，另外啦，咁有一樣嘢啦，都係喺嗰邊開，係諗住寄望有個好嘅將來，結果係去到暫時都做唔起嘅，就係咩咧？就係嗰啲幼兒教育。因為而家咧，我相信唔止橫琴啊。整個澳門、整個中國、整個香港，我想個出生率呢，我預計是斷崖式下降。所以呢，其實現在面對這些問題呢，是不只是橫琴的地域問題，是大環境。其實橫琴那方面呢，我當然啦，我自己會 keep 住跟大家去講一下啦，這樣。而我曾經呢，其實有一刻呢，當時呢，當我咧喺國內嘅朋友仔，佢係諗住係啊進軍去橫琴啊，跟住嗰陣時嚇，即係咁有雄心啊，咁啊諗住點諗住點，淨係捉住我開會傾呢樣傾嗰樣，咁啊都揾我傾咗成差唔多大半個月啊，因為佢哋原先預計就要揾我做佢嘅法人噶嘛嚇，或者係嗰啲即係叫大股東啦咁樣。咁佢後屘咁經歷過佢哋喺橫琴嘅大約係5至6日到啦嘅考察啦，咁啊都係唔掂，因為咧計過曬數咧，係佢哋啲完全諗唔到有咩方法可以頂得到一間基本生意嘅嘢喺度。咁曾幾何時咧，佢哋覺得如果必要時真係個地方咁慘淡嘅時候，咁啊做網上啦咁樣。結果到最尾，佢哋發覺做網上的話，其實就唔使諗橫琴呢個地方啦，你可以諗翻珠海啊嘛。咁如果你要租平嘅，你想去中山都得㗎，所以三鄉嗰啲咧，碧桂園嗰啲始祖地方咧都可以啊，都仲好過橫琴。咁啊，大致係咁樣啦嚇。咁啊，我又唔敢講話蕭山咧呢件事上面係鳩吹嘅。但我覺得咧，佢可能咧睇得冇咁貼地咯。咁而希望我啊可以帶出另一個嘅角度啦，呢一啲貼地啲嘅資訊啦，俾大家去
即系睇一睇、听一听啦咁样。咁话说，其实横琴咧最尾咧，我谂翻起咧，即系其实上年我入厂之前咧，其实有一段时间啦，咁啊，我识得有个朋友仔，佢朋友仔嗰边咧又系做饮食嘅，咁啊开得几大间下嘅，咁啊当阵时啊搵我哋过去食下嘢啦咁样。咁当阵时咧，佢喺嗰度做咧。听他所说，其实他占地不小啦，咁啲租金嗰啲咧，佢都系，即系佢系偏平嘅，即系比喺澳门唔使讲啦，比香港，连比喺珠海营运咧，都仲要平嘅。咁但系经过即系叫做话一年嘅过去啦，咁我而家咧，咁我即系以我所知，我应该都顶咗手或者系冇做到。咁啊，咁所以咧。啊，橫琴呢度咧，咁啊，我自己俾嘅評語咧，我都覺得係惡搞啲嘅。首先咧，你睇下佢會唔會向現實低頭啦嚇，個價即係落翻落嚟，或者一個係應該合理嘅價錢先啦。你譬如係澳門嘅樓，即係如果個樓價嚟計，其實澳門而家嘅樓都貴咗啦，因為大家都我唔知記唔記得啦，澳門嘅樓價咧。當時是隨著賭場的興起啦，即是什麼開放賭牌啊，什麼又一個變兩個，兩個變三個，三個變六個，跟住開到咁鬼死多人啊，金沙嘅神話啊，十個月回本啊，之後啊，完全啲澳門嘅樓咧就火箭式上升嘅，人工可能升咗兩倍，但係啲樓啊升咗十幾倍。咁而家澳門其實跌落嚟個價咧，都未夠正常，因為而家嘅價錢咧，你除咗係做政府工啊，或者你係即係穩定好收入嗰啲工咧，如果你一般嘅市民啦、貧苦大眾，好似我呢啲咧，就好惡搞嘅。你而家出面咧，你會發覺咧啲樓咧，佢今個禮拜不論係地產 agent 同你講話點平點樣都好咧。其实下个月又有啲好嘢出现嘅，你又发觉，跟住你有时耐咗，你发觉，咦，啲好嘢点解隔唔够两个礼拜又有好嘢出现嘅，又唔够一个礼拜又有好嘢出现嘅，周围都好嘢嘅时候，咁咪你会反而系令到啲人咧更加唔敢买，系嘛？即系曾几何时，我话如果你话嗰层楼啊，佢八百几万，跟住诶，佢而家五百几万、哦，哇，平咗三百万、哦，差唔多。咁可以即刻買啦，嘛？你反而係會唔敢買，因為你會覺得喂，咁可能仲有其他選擇啊嘛，同埋可能嗰陣時買唔起嗰、那個，可能千幾萬嘅，可能有朝一日都會跌到係五六百萬咧咁樣，係嘛？可能而家佢都係都八百萬咁樣，會再跌多兩球啊咁樣。咁啊呢樣嘢咧，我相信你信心嘅問題咧，就即係政府要出手諗諗噶啦。咁最簡單啦，你澳門嚟計要夠中小企㗎啦，你唔夠呢就因為你澳門總唔能夠得六大嘅賭場就算數㗎嘛，係咪？咁唔可以淨係得個大三巴條街算數㗎嘛。你當你連嗰、那個即係氹仔呀、啊、或者氹仔嚟講，你連嗰啲傳統嘅官雅街呀嗰啲嘅地方呢，而家都有吉鋪呀、啊，人流咁凋零嘅时候，唉，你叫啲人点活落去啊？你嘅样东西做出嚟嘅又唔系平，你咁多嘅大白象工程啊，什么啲轻轨嗰啲，起咗几多钱唔好讲啦，延咗几多次啊，点样嗰啲唔好讲啦。咁但系问题，你数不停找紧吓、啊，你仲有咁多，即系澳门有咁多嘅项目啦吓、啊，例如什么澳门搞元宇宙，由啊特首嘅屋企人去搞嘅，咁样又话几百亿咁样，呢啲啊，即系有几多个几百亿咁样揞出嚟，所以啊，即系我谂一样嘢，即系成个澳门咧都要系醒觉噶啦，即系个情况啊，就好似我自己有个心脏病一样，咁我都会啊，即系好睇住自己身体啦，饮食嗰啲啦，系咪？咁啊，即系我谂呢样嘢，澳门政府都要醒觉咯。就唔係話再用以前嗰個心態去諗噶啦，咁亦都即係我相信啦，呢一次嘅抗戰咧，我諗就真係要維持好一段時間，要有啲韌力，就
就絕對不要以為是什麼最後一公里啊，明天就完的了，後日就回來啊，即是現在不是玩百家樂啊嘛，是吧？不會這麼快一開牌，不會這麼快就下一鋪的嘛。啊，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來到這裡啦，啊，那啊，今天是講多一點的，因為今天呢對於環琴啦，啊，還有一些澳門情況呢，其實是我一直很想講，那啊，這些可能是我心底話啦，咁啊，好多谢大家啦，听到而家，咁啊，有缘听到嘅都好多谢，好多谢你哋。咁啊，因为其实对我嚟讲咧，而家咧每做一集节目咧，其实我都系好珍惜嘅，因为咧，即系今日唔知听日事啊嘛，系咪啊，大佬？咁啊，做得一集嘅，大家开心嘅，听到一集就得一集啦，系嘛？咁啊，我哋下次翻嚟啦，记住可以支持我哋啦，成为我哋会员啦，订阅我哋嘅 Patreon 啦、YouTube 啦，同埋。晚上的支持我們直播啦，好嗎？多謝大家，好，拜拜。